民进党里长高喊选总统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不止没否认，还回头致意，代表蓝营出战2024，眼看就差最后一步，但征召时程一拖再拖，也让侯友宜民调持续下滑，党内甚至传出宜侯论发酵。党中央必须要考量我们主要候选人的主客观的环境，我们会配合我们主要候选人整体战略的布局，国民党的一些人士，我们绝对不要制造障碍。不止多次强调主要候选人，听到宜侯论更喊话别制造障碍，这主要候选人是谁，朱立伦已经说得很明白，但就怕侯友宜的不表态酿反效果，传出党内定调加速征召时程，最快四月就会拍板。我跟朱市长随时都可以用电话来联络，我也非常谢谢这段时间有很多好朋友们给我们很多的关心鼓励。郭台铭董事长的事情，就是说我不清楚。听到约询郭台铭，先闪再说，因为传出郭董27号晚间将访美，首战在波士顿跟学生对话交流，备战2024态势明显。郭董是我们蓝军非常重要的一份子，蓝营人士啊，或者是所有的朋友。他的出访啊，只要是对国家有益或对蓝营、对国民党有益的，我们都是欢迎的。还没等到号称党内最强母鸡的侯友宜振翅高飞前，任何可能的征召人选，国民党都没拒绝本钱。三立新闻李维婷、邓美君特报道。